市长会提十二号出席着湖光山南台别院举办的西部的横游会到户外写生活动，在这总书记满洲法师的传令之下，共用着佛陀太子信像来进场，随后嘛进行着诵经，仪式完毕了进行着西部仪式。当然，浴佛的借着浴佛的这个活动，一方面是祈求佛祖保佑我们台南市风调雨顺，是您平安，另外一方面也是借着浴佛也能够洗涤我们的心灵，能够净化我们的社会，也希望能够让社会上善因善缘能够持续圆满。每年五月份的第二礼拜日是母亲节，嘛是固定的佛诞节。南台别院为此特别举办这回活动，伊满洲总主持表示讲，透过着西部来洗净大家心心灵，和每一个人的清净佛性，当然显现出来。佛陀当时在金刚座上菩提树下成道的时候，就说：“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性。”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在告诉我们众生平等，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佛诞节跟母亲节同时庆祝，也是在告诉我们奉养母亲、孝顺父母亲的功德等同恭敬供养佛的功德是一样的，所以百善孝为先。在现场嘛，向着信众来开示五点如何提升自我的要念。怎么开发佛性呢？就是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净化我们的身心。然后呢，在生活中呢，第一点要从善如流；第二，与人为善；第三，明理善良；第四，积极乐观；第五，自我要求。在这场活动在地市府的医疗中心来举办，其后发挥吸引很多信众来参与西部，以恒友会各式单位也很多民众来选购，另外也很多亲子来做会参加写生比赛，将看到这美丽景致画入到画图纸里面。湖光山的青年团甲无同款年龄层的小姊加盟来做着表演，和活动是相当热闹。南天新闻台以下台南采访报道。